咱就是讲心会，会长陈明发，咱总干事王定南，欢迎咱台风雨信号店总技术人员，一同莅临甲咱本大来共享咱保安公职尊荣传休。
咱所有厝边头尾，咱所有亲戚好朋友，大家包含在此嘛，向咱陈局长，咱所有厝边头尾，或者歹势，咱啊遮早吼有甲大家交叉到，啊则甲大家请吼，或者抱歉的，啊嘛请大家多多包涵。而且咱哦，本届参与咱做赢好运动，咱本届胜诉的所有工作人员，咱大家一定要保持咱的素质啊，咱一定要做好咱的环保，以及咱粪扫唔好白担，啊，交通一定要讲注意些，拜托些。咱有口罩的部分，嘛，请咧咱所有现场，咱所有工作人员，咱所有好朋友，大家站起来吼，麻烦些。
是认真，哪里还要求不严，要到这里了。今天八号复杂成型，现在这里了，八号放心，台湾都是有需要的，是你啊，今天环境变了，不能是说我放肆的时候，你想要飞，再想要飞，三想要飞，请很牛的喽。再次邀请咱，受咱现场，咱的。